咁啊。其實都因為呢個 brand 其實都好啱佢，比較簡約啲。咁啊，我都有幫佢買過㗎。其實啲褸啊、恤衫，即係互相換個情侶裝嗰啲點算啊？低調 low key 情侶裝 OK， high profile 情侶裝好似專登叫人哋望咁樣，但係 low key 情侶裝係 OK 嘅，襯下啲色咁樣。Thank you。真的沒什麼分別，都是其實這幾天我都一直在這飛，所以不是很見到他但是其實我覺得兩個人的生活都還是其實沒什麼，不是說太大的分別了。是不是平時都很有 speed 了，所以結婚都依然是這麼 speed？ 其實最大的分別我反而覺得是即係會一起去上節目，上了節目呢件事咯，因為佢會了解多咗我嘅工作好多，因為佢從來可能只睇到我做嘢，但係從來冇體驗過我平時做嘢係點樣嘅。咁反而我覺得係上咗個節目之後，對佢嚟講係了解咗我好多咯，即係我哋互相嗰個工作上嘅理解多咗好多咯。初頭是收到這個 offer 之後，我都有跟他商量過的，我都有問過他 O 不 OK 的，即都要徵求他的同意。好彩他是一個很開明又去，即他是一個很好學的人，所以他其實都有好奇心的。但是他有跟我說，他說做完這個我就真的不做了，樣因為他覺得很辛苦的上鏡。我諗活動可能會好啲，但係節目可能真係未有呢個打算，因為佢就覺得壓力好大。因為我見到佢而家俾人野心勃勃啊，都即係已經有人氣啊嘛。佢依排就形象管理進步咗啦，因為會有時覺得自己啊啲頭髮係咪太亂啊，會俾人影到啊，咁都係好事嚟嘅。會不會是比較怕醜的，因為一班女仔圍著去拍照？她是本身都是一個 I 人來的，所以她是有一點怕醜的她都要一些時間去適應咯，包括好像在個節目那裡，我覺得她都是去到幾集之後她才開始慢慢說得多回東西。